常常参与慈济志工的丫丫林薇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女孩。今天呢，就要来跟五星级饭店主厨李文康师傅学习特别的香槟蓉料理哦。滑嫩口感，入口后呢就充满了坚果香味的香槟蓉，可是营养价值与经济价值都很高的农作物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如何料理这么特别的食材吧。